哟，继续系 U 仔打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哋而家翻到嚟呢一个嘅 Pokemon 嘅白金啊。咁啊，呢只白金就唔系一只普通嘅白金啦。咁我而改个少少嘅，系啦。咁改嗰个范围咧，就系御三家啦，系咯。我改咗御三家嚟嘅。咁我因为自己想测试，自己想挑战一下咧。近排外国嘅 YouTuber 咧有拍一个，就是、一只白变怪去过关啦。而我自己都想试下喺白金入面咧用白变怪过关嘅。好啦，而而家开始啦，冇错啦。咁啊，欢迎嚟到 Pokemon 嘅世界七道造啊嘛，呢个。O.K. 精灵博士第一次冒险教你个钟知识 ，O.K. 冇问题啦。好，其实都几特别，佢揿呢个中间咧，系啦，即系都有用到 NDS 嗰个咩啊 ？NDS 嗰个嘅功能啦，就系揿掣啦，庆祝式咁啦，其实几特别嘅，我觉得。O.K.Yes， 好嘅名啊！呢边少年系你个朋友啊 ，M.K. 仔，万年 M.K.M.K. 新 S。O.N. 好 ，O.K. 而家你嘅故事开始啊，喺呢度咧，你会遇到各种精灵同埋好多嘅人，你会有所发现，你咧进入精灵嘅世界咧。O.K. 喺我哋嘅身边咧，总系有精灵同我哋喺一齐，考虑一下其中嘅含义。以上就系关东地区翻到新奥嘅博士嘅讲话啦。咁话说佢个名字有啲难读咧，所以我就唔读佢个名啦，系我净系改博士算，因为佢个名系有啲难读嘅。好嚟啦，M K 仔嚟啦，睇下电视系嘛，那个博士咧正喺度研究紧精灵，好似好犀利，应该系个拥有好多精灵嘅人啊。O、okay, K， 要向呢个博士揾精灵啊，迟到嗰一罚100万。O K， 咁啊，开始等先啊。M.K. 仔过嚟，虽然唔知道发生咩事，但好似好着急啊。好 ，O.K. 咁我哋开始攞百变怪之前咧，咁啊都讲一讲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大家如果记得未订阅嘅话，就记得订阅啦，冇错啦。咁啊，本频道以搞笑为主嘅，应该好。M.K. 仔咩啊？佢快啲见博士啊！快啲嚟啦！大镬，唔记得咗嘢添。O.K. 好啦，书包同埋笔记本都攞去先。我一直等紧噶，迟到一罚1000万。好 ，OK， 太慢啦，去快啲揾博士嘅研究所嗰度啦。咩啊？唔好入草丛，冇事，冇精灵都冇问题，我有办法。你知道吗？入呢个草丛嘅话咧，会有野生嘅精灵跳出嚟噶嘛。但系咧，只要快速咁向下一个草丛进化，咁样嘅话就会有野生精灵出现，我哋就可以去到呢个真沙镇啦。嚟啦，咁样准备。等等。你哋好似冇精灵喎，就咁入呢个草丛做咩啊？点，你眼望我眼。呢个人系博士嚟嘅，点解会喺度嘅佢？佢哋需要精灵，所以就入草丛。点做好呢？同精灵相遇之后，佢哋世界都会改变，可唔可以帮佢实现呢？你真系中意精灵？否？喂，你唔知道情况系嘛？哦，唔系好听得清楚喎。我都话好中意精灵啊！再问多次，你真系中意？问100次都系啊，一样啊，系咪啊？系啊！入呢个草丛嘅话咧，冇精灵好危险嘅，人类有精灵之后会做啲咩都令人担心嘅。OK， 我咧冇关系，你俾个家伙精灵啊，入草丛系我哦，自己爆出嚟啊，犯罪真系自大。我原来系咁，精灵好似可以交俾你哋啊，之前试探你哋唔好意思啊，呢度我约定唔好再做啲危险嘅事。喂，阿博士啊，你个书、你个袋咧，唔记得咗摆咗喺湖边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小辉帮大忙，睇可以将精灵托付俾佢哋喎。吓，咁珍贵嘅精灵送俾我可以咩？我哋同精灵一齐生活，人类咧总系应该同精灵好好相处，而呢个世界值得去探索嘅。对于佢哋嚟讲，今日就系新嘅开始，梦想嘅开端。咁咧喺个袋入面揀你中意嘅精灵啦。OK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开始可以揀啦。咁话说咧，佢个精灵球个样咧都系一样嘅，系啊，即系都系你会见到同样嘅精灵啦，但系你会见到嗰啲字唔同嘅，系啊，唯独是呢一个变咗变身精灵百变怪嘅。好，我哋嚟啦。顶系 choose you， 我拎呢只啦。原来系咁，两个都揀咗唔错嘅精灵，知道吗？托付俾你嘅精灵咧，仲未知道外面嘅世界，某种意义上嚟讲咧，同你哋都几似啊。
好展示你的才华啦。昆马就嚟揾我研究所啦，走啦，拜拜。等啊，博士，唔好意思。好，哇，好亲切喎、啊！喺电视睇咧，佢哋好似好严肃咁嘅。O K， 咁大家都有精灵一件事可以做啫，系嘛？做好准备未啊？否？咩啊？唔好咁讲啊！唔好扫兴。好，嚟啦。O K， 缩壳，冇得玩缩壳先。啊，你缩我又缩。其实我应该会输，系啦，佢缩到咁，我冇可能打赢。你打点打啊，大佬？我仲要武技之根嘅，不分上下嘅对战。好啦，回家啦。而家对战后必须要让精灵咧休息一下先。咩啊？有啲咁嘅事啊 ？M K 仔都系啊，你都系啊，可以撞到博士太好啊。如果唔系咧，你两个都会被草丛嘅精灵咧。好感谢人哋啊！研究所喺嗰边啊嘛，而且有精灵都唔使怕草丛行走啦。跑步鞋 ，OK 得啦，好，我哋已经顺利过咗啊，唔好意思，听讲个湖度有一个沉睡嘅传说精灵，我哋去捉精灵啦，咁啊博士都会高兴，我同你一齐冇咩好怕，我惊你啊，好啦，到达啦，我等我哋捉啦，绝对喺嗰度嘅，路牌都咁写，咩啊？流逝嘅时间，广阔嘅空间，迟早都会成为我赤膊嘅囊中之物。喺呢个之前咧，要将沉睡嘅湖底深处嗰个强大传说精灵咧收入囊中。哼，好，轻轻的走，靓仔啊，或者我哋会再见嘅。咩啊？头先嗰条友，哇！我哋快啲去捉个精灵啦。哇、点啊？听唔听到啊？一定系传说中精灵嘅叫声，快啲捕捉啦！诶，我哋咩都冇喎、啊，精灵球啊、就系冇精灵球点捉啊？去揾博士应该会俾我哋嘅，博士咪话有咩事去揾佢嘅。好，而家咧博士喺真沙层，我哋比赛边个先到啦。OK， 咁我哋行先啦。其实我真系觉得冇乜可能打赢，每次都系变身。哇哇，你系咁叫声，大佬。其实最紧要系变只劲少少咯。如果我打道馆啊，哇大牙你阴功啦，哇哇真系争啲输俾佢呢只咁嘅嘢。我点啊？好，等紧啊，嚟呢边博士等紧啊，睇下呢一个精力研究所里面，咚，又系你，系你啊，嗰、那个老嘢讲到好恐怖做咩啊？有乜可能啊？算啦，我走啦。好，你嘅朋友咧真系急啊，冇所谓咯，你入去啦。好嚟啦，俾我睇一住精灵先。咩啊？精灵进咗化啊？几时进咗化？哇、哦，百变棍交俾你真系太好啦。点啊？想改名啊？精灵唔使啦 ，OK。你都冇精灵就入草丛，我好吃惊，跟住做啲咁鲁莽嘅事。但系依家嘅吃惊已经完全唔同，你同精灵之间嘅友谊已经形成咗，可以遇到你真系好。百变怪一定会咁样认为，请好好珍惜百变怪。OK， 你哋精灵咁威又唔错。如果唔系咁嘅话，啊，唔好谂多。哦吼吼，应该要入正题啦。事实上有咩要拜托你嘅，重新自我介绍呢个研究精灵嘅博士啊，想调查清楚喺神奥地区生活住啲咩精灵，需要咧精灵图鉴呢个委托。将呢个图鉴交俾你，而你要将神奥嘅地区全部揾出嚟否？点点点点点，爆机了！好似咁样沉默几个钟唔系咁好啊！唔得啊，佢一定要答好。唔错啊，回答。精灵嘅图鉴咧，可以将你遇到嘅精灵咧自动记录，系个好高科技嘅工具。要去前往各种地方咧，将全部精灵记录。我都攞住同样嘅精灵图鉴。同精灵一齐喺201号道路走嘅时候，一种咩嘅心情？已经活咗60年啦，而家同精灵一齐咧，都系会感到兴奋。世界有好多精灵存在，所以有好多未知嘅兴奋等紧你。OK， 受到委托收集图鉴，我会教你一啲嘢。教我咩啊？有咩好嘢带埋呢个技能机27，报恩嘅技能。使用技能机嘅话咧，精灵一瞬间就学识呢个技能，但系用过之后就冇啦。保安系你咧，同精灵嘅关系越好，威力越大嘅。当然啦，呢个使用与否系你嘅自由，请愉快地旅行。嗰位博士年轻嘅时候都试过精灵对战。我有好多嘢话俾你听，跟我来。第一个红色屋顶嘅就系精灵中心，受伤嘅话可以补血。呢个系蓝色屋顶嘅建筑物，就系友好商店啊，可以买卖各种道具、优质服务嘅。买到嘅嘢都比较少，但系唔好在意嘅。你要帮佢做精灵图鉴啊，唔使同屋企人讲声咩？好，同精灵恢复健康 ，OK， 好啦，好 ，Go Go Go， 定啊，走先，得唔靓？其实百变怪有个好处就系话，你一变到佢嘅话咧，你啲能力就一样同佢。
其实都 OK 嘅。欢迎翻嚟啊！今夜休息一下先出发啦。咩话？哦，受到佢嘅委托啊！加油啊，会支持你，俾个好嘢你睇。冒险笔记，你所做过嘅只要睇一睇笔记就可以记得噶。冒险嘅旅行咧，唔系一个人，系同精灵一齐啊嘛。阿妈都想去，阿妈唔会反啊，充分咁享受旅行啦。你所经历嘅同埋感受到一切都会令我感到愉快。捉到啲咩妈妈都想知道。M K 仔有冇嚟过啊？哎呀，系咁啊，已经走啊，真系令人难办。去咗冒险啊，就咁讲啊，就出咗咁鲁莽，都系俾我中坏。O K， 咁有嘢拜托你啊，将呢个搞俾佢啦。O K， 长寿市嗰度啊嘛。O K， 好啦，我哋终于可以自己行啦。唯一觉得麻烦就系佢呢个开场，佢呢个教学好长。O K， 哇，真系阴功，撞到大牙你真系辛苦，要点样？不过升咧应该冇难度嘅，但系招式机方面就比较麻烦，系咯，因为都系要捉只可以学招式机嘅，即系譬如咩一字斩飞天嗰啲啊。即系你个方法已经知道了吗？我会教你点样捉精灵，认真睇啊。OK， 找，睇你变啊，即刻掉精灵球，爆啊你！其实应该将体力减少更加好啊，要点咧就系将精灵嘅体力咧削弱 ，HP 充沛嘅精灵好难找，会好难捉。再利用精灵嘅技能咧，令其瞓觉都会更容易捕捉嘅。送个精灵球俾你啦，我都唔系成日捉噶啦，应该好。哇，小电视喎、啊，哇大镬得五。得一招技，真系黐筋，要升一 level 有难度，我觉得龙化变怪，所以会啊，真系攞命。虽然好过鲤鱼王嘅，我谂，其实应该直接打啲训练家会好啲。啊，系啦，训练家系五 level 嘛，点嗰只火？哇，都好恶打，其实，我觉得我会输你，应该下一关就即刻，因为今次打嘅系即系今次挑战系一只百变怪过关啦，咁所以无可奈何地我会食药嘅，系啊，所以就同啲靠药嘅训练师打，同啲靠药嘅训练师打系冇办法嘅，系冇办法嘅，系一定要用药嘅。今次我谂唔用药有啲难嘅，终于找到你啦，训练师，请同我进行精灵对战，叫声咯、啊，哇大镬啦！大镬，冇技啦！黐筋，俾我爆啊！你都打唔赢，有冇搞错？我应该呢一度都要食药噶啦，已经系嘛？撞极 OK 嘅都，我呢度先用叫声先，撞佢！我真系打唔赢，真系打唔赢 ！Oh my god！黐筋，我一嚟已经卡关咯，点玩啊你又？我升高少少咧，好似都冇乜用，系咯。一加嘅就加，哇顶！呢啲霸你都打死我，靠佢嘅训练师都打唔赢我。唉。系真系靠运嘅啫，同埋依家睇下，唉，买啲药先，费事冇晒药，真系呢度唔够打唔赢啊！居然打死佢，打死佢，打唔死啊！应该点样打死佢啊？谂下先，佢有两招技啊！谂到啦，我谂到点打死，但系得唔得咧？好似有啲难。Oh my god！ 我谂都点打，但系要烧晒百变怪啲 PP 先打赢，跟住用真斩唔知打唔打赢，唔知打唔打赢啦。唯我升下咧先咯，升一咧睇下打唔打赢。黐线，我都未试过第一关，即第一个道馆都未去到，已经要死咁多次，任何一只我都未试过，真系。而家升加咗两滴血。啊！真系攞命，我应该要靠一啲道具喎，睇嚟。即系装落去只百变怪身上嗰啲。等我一嚟就叫声，我都用叫声先咁。我顶爆击，啱啱顶啱啱佢爆击，唔爆击我叫赢。一开始用咗叫声先，顶打呢啲我都要用攻略打，有心得啊！
叫声佢。哇！你睇佢一嘢打咗几多头先，黐线嘅。打唔嘢啦，好劲啊只嘢，黐线唔公平，我七咧居然打唔赢五咧，我啲血量应该都高啲喎。诶、欸、，OK， 今次有，今次唔错啊，只要佢唔爆嘅，我有机会赢。唉，终于赢啦，唉，好辛苦啊打呢只嘢，系劲辛苦打呢只嘢，真系唔系讲笑，黐筋。我终于可以过关呢度啦，唔好再俾我叫呢只嘢。哇！呢只嘢 ，what？ 哇！黐线点玩啊？呢只白痴啊，得保护。哇！诶、欸，街顶，黐筋啊！有冇搞错啊？你一招技都冇学人。学人打，学人打交，学人撩交打，你系咪玩嘢啊，大佬？真系黐线，要食药啊呢度，唔食药唔使知赢到。我顶，我顶啊，又输。哇，食药先呢度，黐线嘅真系。赢啦嘛，唉，终于赢啦。呢啲我都要食药啦，真系，哇长寿士，哇究竟捉咗几多只咧？诶、欸，捉多啲好啲喎，数量太多，培养起嚟虽然辛苦，但系都会开心。尽力学下相关嘅知识啦，放心啦，跟住我冇错噶啦。精灵学校啊，嗰个人喺度做紧啲咩啊？请问咩啊？你点知我系国际刑警啊？吓、啊，我真系随便讲喎，随便讲。你一定系睇得出啊！我呢个人咧唔一般先咁讲啊！呢个眼力真系令人佩服，唔错，真系星运被揭穿啊！我系咧保卫世界和平嘅国际警察啊！话俾你听呢个代号啦，我系 handsome 啊，大家都咁叫我嘅。知唔知不笨自出系小偷行为否？唔知啊嘛？你阿妈应该讲过，系咪你忘记咗啊？听住啊，随便攞人啲嘢咧就系犯罪。新老地区咧，神老地区好似都有呢一个坏人抢夺其他人精灵，我就揾紧呢啲咁嘅坏家伙。跟住咧，训练师去帮手捉啊！精灵记录员呢、這个记录咧可以记录低咧精灵战斗嘅情况嘅好东西，因为最近好流行啊，所以自己都整咗一个，都系送俾你啊！做个请求啊，见到我唔好同我讲嘢，我做紧嘢啊！唔系咁样太寂寞先奇啊！发现可疑嘅家伙即刻同我讲啊！啊，国际刑警真系辛苦，呢度系学校啊，为训练师而起嘅。头先我叫 M K 仔入咗去，仲喺里面学紧嘢，转头见。好啦 ，OK， 好，我哋今集试下嚟呢度先啦，好辛苦啊，玩白金，系啦，好头痛啊，系啦，好头痛啦、啊，同埋都几麻烦嘅，系啦，今集试下嚟呢度先，冇错。咁啊，下集再见，咁大家记得未订阅嘅记得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